我们都商量过了，既然你没地方去，不如留在这儿。有什么事儿跟红豆和连理讲就可以了，他们会帮你的。你对这个屋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太素了，需要点颜色。一会儿给你搬几盆绿植。我还要个桌子。桌子？什么样的？要朴实无华够结实的，还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？要不两个都买，这个地方大，你喜欢用哪张就用哪张。凑合吧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以后咱们都是自家人了。你就是我的未婚夫楚叶了。未婚夫？我又没答应你。你我们忙了一上午了，你那是你们自愿的，我又没逼你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你真的是小姐，干嘛？别吵闹，你又干不过来呀，小姐。各位，你们会跳胡舞吗？不会。巧了，我也不会。但是，书上是这么写的啊。跟我学。走，牛柴。小姐，你还会这种东西啊？生活所迫。小姐果然厉害。请。快停下，他来了，这么快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走走走啊！这女人真是疯了。等一等，公子别走。再给个机会嘛。他们都不用了。就你吧，我不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跳舞没他们跳得好。没关系，就你了。下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别用锤的，用捏的。没问题。捏。没劲儿啊。你是没吃饭吗？手没劲儿啊。你好像很不情愿啊。没有，我为公子做什么都愿意的。好。你想干嘛？我卖艺不卖身的。停。上官雅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能干嘛？
小姐，如果他不肯帮忙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你，那是不是得先让他喜欢上你才行？嗯，有道理，是吧？哎，等一下。你这个眼睛画的什么呀？还有你嘴巴，你这像涂了鸡血一样啊。哦，不宝宝。爹爹，这个叫胭脂，我这叫美人计。走了。啊，好。你眼睛还好吗？我好不好不重要，你好不好才重要啊。这个是我给你做的早饭饭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还行吧。这还行啊。嗯。这个家伙还真是难伺候。看来我是没有机会，陈心迪也没了。没办法造福一方百姓了。你怎么光哭不流泪啊？那是因为我哭了一整天，泪都流干了。我是要与第一枚共存亡，眼看这三天期限就要到了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谁也别劝我，谁都别劝我。公子你别劝我，公子别劝我，公子这么劝我，我都要死了你都不劝我。不劝啊，反正你又不会自杀。那万一我真的死了呢？那我这耳根子才算清净了。上官掌柜，这都是你逼我的呀。啊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管我闲事儿？他就是楚叶。对，他就是我们姑爷。